希望明天天气好一点，不然这个很难很难滑滑起来。嗯，我给对大本营说一声。登山滑雪跟雪道滑雪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。对于我来说 Big Mountain 它一定要给我一种自由的感觉，就是是一种无拘无束吧。滑雪的归宿就是大山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属于他自己的 Big Mountain。 很享受在户外把自己的能力打回原形，变成一个小孩子，重新学习走路跑步，最后到攀登雪山。开始滑了，就是我要先慢下来，慢下来就是说我会用的镐尖去碰雪，何手碰雪，只要我的镐尖碰到雪，它会产生一个制动力。这个手握紧，夹紧，大臂夹紧，小臂也夹紧，这个镐尖跟我的身体是我觉得人生地图雪山像是戳破了一个泡泡，它把我们从日常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剥离开来，让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感知和视角去感受和理解我们身边的世界。在这登滑过程中，我还是有蛮多时间可以思考自己可能生活当中啊、人生当中的很多事情，就是算一种冥想吧。登雪山看上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但是有了分解动作后是完全可以完成的，所以我把它称为攀登计划，而不是攀登梦想。在登山滑雪这件事情上，我相信付出就会有回报的。难的路，容易的路，我永远会选择难的那一条，因为难的路会越走越容易，容易的路会越走越困难。